到尾，其实基本上你会很有感觉哦，一种自我觉醒的感觉啊。对，所以就是反复聆听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听完以后又觉得，哎，这个钱没有白花，这是好音乐，好专辑，好专辑就该是这样。那不过呢，其实今天哎，这个看到这个台上面有这么多的共鸣，其实哎，专辑选择在鬼月发片也非常特别，要冲第一就是了。我们没在，基本上我们没在心，就是对，没在怕的，因为我们专辑，我这边惊了，整张专辑母带出来是44分44秒，哦，对哦，我们坚持不加一秒，变成44:45，就是44:44，哦，44:44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两个四加起来是什么？88:88，哦。真是别有用心哎！对对对，那当然今天呢，特别也要这个，你知道，共那个要来一起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这个中原普渡，大家就知道一定要必备的东西嘛。当然前面哎有一个烤乳猪，你有没有发现很特别呢？因为这个乳猪呢，其实呢有一个谐音啦，希望这个专辑一发行呢，就是势如破竹啊，所以呢。今天也特别的这个准备了乳猪，那我们那个三位也一起把这个乳猪稍微拿起来一下，让我们这个媒体朋友们稍微拍一下照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零食我们可以带回家的吗？乳猪待会可以直接吃了，这也算是普渡我们自己了。这个你可以，哎，这个你可以带回家了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这个就是冥纸嘛，不就是冥？这个刀要请小心拿，请小心拿 ，OK。好，来摆好 pose， 就定位了以后，从左手边开始，谢谢。那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赶快努力，然后可以买一台好车。基本上我们刚刚开进来是战战兢兢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平常是开那种，我们平常是骑就个50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明那个第一次一吹油的时候吓一跳，哇，那油门好猛啊！对啊，那个跑车的感觉，跑车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希望开着师姐的车，可以跟那个车子一样冲一样快，这样子。对 对, 對，能够像师姐能够对我们这样子这么好，还借车给我们，而且你知道这么贵的车，基本上你要借别人开，基本上是会很紧张的啦。对。那其实我觉得他敢这样借，一方面我相信他也是相信我们开车技术，一方面也是希望我们真的能够给我们点鼓励啦。对对对对。还是觉得真的也没办法，知道吗？对 对, 對，他也是可能也是被逼的啦。不会，因为我们大家不同属性嘛。对，不同路数的其实不冲突啦，我觉得。正所谓咏春对上洪家拳一样，大家不太一样路数、啊，分不出胜负。所以北少林南武当嘛。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做乐团，就是大家做音乐的。那其实在这圈子，我觉得做音乐都很重要。那不管是原创还是像乐团这样子有比较对比较有生命力的，就是对华人乐团都很重要。那我们只是想要把我们音乐做好。那不管对吧？对，我觉得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啦。对，我们大家就是认真做，其实就大家各自做好各自的那个音乐，分享给音乐给大家支持。当然有机会，大家以后能够有机会合作也是很好。今天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呢，地球这么大，在这个地方，大家也是一种缘分。对了，对，有缘了。JPM 大家好，希望有机会能够合作啊。没有在怕啦，对啊，干嘛要怕呢？你看现在天色那么亮，没有怕啦、啊。真的，反而上次连没风、没花台风都被我们赶走。毕竟如果我们是半夜半千场，那大家可能会紧张点了。但是平常大部分千场的时间都是白天嘛，或者最多傍晚。因为我相信好音乐经得起鬼月的考验的，没问题。好兄弟也可以听听看啦、啊，大家感受一下，那摇滚一下，阴间也摇滚嘛。哦，这个受不了了。今天这一场是哪一场？8月13号在台北。那我们待会7点马上要赶到宜兰啦。然后宜兰啊，对，然后还有14号的3点在嘉义，对，21号3点在桃园。桃园啊。然后之后还有非常多场签唱会。对，没错。那大家可以到华纳线上音乐杂志。花莲、屏东、新竹、丰原都去了。对，华纳线上音乐杂志。而且我们8月27号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讲。东城会的 Facebook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然后，其实这最重要的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对，这是什么？8月27号下午4点，在西门河岸。西门就在这个地方啊。对。大河岸有什么？大河岸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东城卫的新歌演唱会啦。新歌演唱会受不了了，你知道吗？下午4点嘛，已经开始卖票，博客来有卖啊，大家马上买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很像卖药的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是啊，我也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赶快把这个 information 讲完，不然大家有错过或少讲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新歌演唱会哦，希望大家要来，好不好？